Peace for Ukraine or you reign now. Russia, just go home.他请我去吃饭嘛，有一天嘛，我又不耐烦了，好跟他去一次就好了，因为他说以前我有请他，因为我那个第一个医院我出院以后，我请他，不是他一个人啦，有护士啊，有我的女朋友也一起啊，那个比较高级的，在摩纳哥那边很高级的一个饭馆，那些皇家的那些很有钱的，贵重的人才去吃，所以我觉得很感恩他嘛。 然后那么关心，那个时候我认为他关心了，然后就请他呢，问跟他所谓的那个女朋友啊，然后我问他这个是女朋友，你怎么还要跟我？他说不是不是，那个不是女朋友，我们很要好而已，可以讲话聊天。我说这样很好啊，又是自己人嘛，还是他继续，然后请我去，所以因为这样子，他还是找借口说那是你请我，我怎么不能请你？ 好，那我去一次了啊！我不是一个人去了，司机也一起去，就放在那个车子放门口，万一我要跑很快。那我们两个吃饭聊聊，然后他说我去美国，跟他去美国，他说他要去那边当医生啊，他要去那边当美国医生，在这边赚钱不够，他多要多学习。我说那你去啊，不过去美国没那么容易啊，你先考试好。 在他国家先考试好，才能过去的，或是有人请什么的，过去有工作才行。没有美国执照，他不能当美国的医生，懂吗？不管你哪国都一样，还是经过一点考试，就跟国企、跟驾照一样嘛。有一些他认得你的那个台湾的驾开车的驾照，有一些不认的，了解吗？你要变成国企的，或是在他国家重新再弄。 我说我不去美国了，我已经在那边很久，我不想再去，而且目前我生病了，我要去。他每天就打电话来，每天就要我去美国。然后我就问他，去美国做什么？你去美国是你当医生，然后我做什么？他说你陪我啊，我会住一个房子，我们两个一起住。我说怎么行？<笑>我们就是朋友而已，我怎么跟你陪你过去，然后跟你住在一起，这么有道理。 他说慢慢来啊，<笑>我说慢慢来什么意思？他说开始就是朋友嘛，后来就变浪漫了。他这样讲，他大概30几岁而已啊，又很年轻啊。我那个人比他2倍，怎么会浪漫？好 ，OK， 那我就忍耐了。 我说这样不行了，我不行这样子。你过去那边呢，再找一个美国女朋友就好了啊，就跟你一样年轻的，好看的美国女孩子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而且她会喜欢你这种男孩子，很坚持那种，有没有？哦，他就跟我那个第一个医生，那个那个先前的先生一模一样，好坚持哦，哇，也是逼人啊，不过他不是很凶了。 但温雅就对了，OK。好，他说那不行了，OK。那这样子你就变成我的管家。我说好，管家也好啊，不过我不能去，OK。他一直问的时候，我说我真的去不了了。他说你已经开刀了，我一定好了，怎么去不了？我说真的，医生，我真的还不能走路那么好的，我走路还要有人扶呢。 你每天要去上学啊，做你事情，你怎么能照顾我？我留在这边照顾。他还坚持，他说他一个人不敢去美国啊。第一次，他喜欢去纽约。我说不要去，太多人了，在那边我会觉得闷了。所以说好，慢慢你会习惯了。我们住一个房子偏僻一点就不会。唉，一是坚持，然后我就说，既然你那么怕。 你那么怕去美国一个人的话，我旁边有一个助手，他是男孩子的，
而且他对美国也蛮熟的，会讲英文。那我让他陪你去好了，那我帮你买机票什么都有了，就算我感恩你信任我要带我去美国跟你在一起。舅舅，我只能这样做，我不能走了，我真的不能，那个时候我真不能走。不过他看不出来啊，他不懂哎，了解吗？他认为我 OK 了，开到晚就 OK 了，这边 OK， 病还没 OK， 而且那些吃那么多止痛药或是那种不同的不对的药，身体变硬邦邦的，懂不懂？走路的话很痛。他不知道我真的病啊，我连那个急床也不好急了，我没办法控制身体了，好像他是他的，我是我，他不听，连医生也不懂这些啊。我为什么讲医生不懂这些？啊？以前讲什么？我意思说，免费医生给你的药是对你好的啊，所以要小心啊，没有病就尽量不要吃那么快。OK， 所以我才不要你们留在屏东讲故事嘛，那就为了这样，因为那边如果生病就会要吃药啊，了解吗？吃药越多也不好，我们有很多就年纪大了，吃药多有时候身体不行 ，OK， 而且那边又臭味那么大，对肺部不好，所以我不能留你们在那里，不忍心了，知道了 ，OK， 所以才三更半夜搬你们过来的，也不是了，早上啊，本来我要那天搬了，结果不好阻止嘛，晚上啊，不好阻止，就忍耐到早上我就。不过昨天晚上跟他们讲过了，明天全部搬过来，我不管你怎么办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车、啊、一部车带几次，然后走好几趟我不管，全部带来，所以你们再来了，知道了哈。我不是那个意思说 不是控制你们那种说、我是师父啊，讲什么就什么，不是这样了 OK， 我真的为了你们着想 OK，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了，懂吗？有时候我们过敏的，而且老了，很简单生病，然后又毒剂那么毒的话，你们又住一两三个月，一定不好的东西 ，OK 哈？所以我才慢你们过来。我不是不知道那边多房子，我自己叫他们整理，怎么就不知道？他们一个月容纳一万人呢，厕所也很多，也是蛮好看啊。漂亮是吗？我还有忘记那个医生哈，我后来就把那个电话关掉，我换另外一支电话，不再跟他听他那个聊天了啊，不听他讲他的故事啊，那样子要什么什么的，然后 OK 了，然后我在那边没房子嘛，那个住人家房子而已，后来找到另外一个房子在山上，对我认为比较好，那边是住而已，要吵的，在海边比较吵，我就上去了。有一天呢、我的司机也是你们的同修了，帮我开车下去下山看医生嘛。结果呢，想不到他房子是住在我的墓园。然后我们经过那个，就我看到那部车子，哎，好像很面熟，不过没想怎么，运气不好，红灯。那个我们停下来，他就从后面停车，赶快跑过来。我瞄一瞄，我知道是谁了，因为我有预感了，懂不懂？我有预感了，我就跟那个我司机说，你们不要笑他，他就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人，就是不晓为什么恋爱我而已。OK， 他没做什么错。OK， 他爱错的人，只不过他没有错。OK， 后来我就跟那个。因为他还跑嘛，我就跟司机讲，不管谁来，不管谁讲什么，那个绿灯上你就加油了，听懂没有？他说懂，同志马上懂。主席讲什么不懂吗？而且说是主席最高的，无上的，说他懂了。那个人来敲门了，我不看，懂吗？我知道是他，所以有装我看不到，我就看另外一边了，然后红绿灯了，我说加油，哎，结束了，让你
让你们有一点愉快的那个笑容，啊，打坐比较轻松，睡觉比较快乐啊。啊？啊，保重，坐下坐下，你们保重，你们也不会比我什么年纪讲什么话。这个等一下给那些从遥远来的，好不好？剩下的话你们看谁好运 ，OK？ 我不能叫他们常常买菜了，我们人手比较少啊，而且要修很多东西，我要教他们很多事情要弄。未来的话就叫他们做一个这个啊，那个修这个房子，还有弄多少个那个大棚帐给你们嘛，懂不懂？所以他们高雄非常忙，不过我也很敬佩他们，好快啊！有一些，比方说一个画柜啊，别的地方订哈，2个礼拜或是20天，这边2-3天就来了。还有膨胀那些啊，昨天讲，隔天就到了，今天又还备了，有看到吗？所以你们要谢谢高雄哦。我也谢谢高雄，有几个同事又从别的地方来帮忙嘛，不过啊，主要都是高雄组里的，听懂吗？组织的，哦，我很敬佩他们，谢谢哈。我们送上场。是我的东西啊，不管，送给你。这个是师傅的东西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就是出去问的。跟大家一样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好想你啊，好想你，好爱你。我有空回来 ，OK？ 我住在邻居这边而已 ，OK？ 在几十步而已 ，OK？一样 ，OK， 一样，懂吗 ？I live nearby, just a few steps, so it's like you meditate with me every day, OK？ 我在你们在这边跟师傅打坐一样的，懂吗？我在隔壁而已 ，OK 啊，好吧。也别急了，等一下，给老人家不行了，摸摸，大师接力，大师接力，大师接力，西藏。哦，艺术哦，艺术不是西藏，青海艺术，青海，那边不是西藏，那怎么就讲，怎么就想大师接连呢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个嘎子给你，上阵 ，OK， 嘎子，你也是哈，谢谢，爱你，保重。保重。师傅，你要健康啊！师傅要健康，师傅你要健康，注意健康。师傅，现在比较危险，大家走开哈。我技术不好啊。师傅有空再来，拜拜。师傅，I love you。师傅晚安，再见。